从牙医界出发，代表要跟牙医朋友一起来努力，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台湾人。对我来说，牙医界的朋友在专业上的投注和对国家的贡献让我感动，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牙医界的医师们对国际的事务哦，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热心的参与，感谢哦，我们的牙医界一路相挺。三年有成的施政是要让人民有感，我们已经投入超过20亿的预算了，执行学生口腔预防保健了。65岁以上的经济弱势的长者，我们也特别提供装置假牙跟假牙维修的这个补助，让我们老人家、我们的长辈哦，生活品质可以更好。明年总统大选跟立法委员的选举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，我们要告诉国际社会，台湾人这么多年来努力奋斗的是什么，让我们的投票结果大声地向世界来发出台湾人的声音。我们要有自己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，我们要把这个选择权世世代代地交给我们台湾人的后代。明年1月11号总统一定要投给坚持守护台湾的蔡英文，好不好？好。